GL3 是一台融合了喷氧、助氧、生物光电和 BIO 功能的仪器，它有着养肤、美肤、改善皱纹、提升脸部轮廓的一个作用。打开电源开关，输入密码60。进入到功能操作界面，现在呢，选择的是喷氧功能。那我们首先就是把那个水状的产品先倒进这个水杯，但倒的时候不要太满，大约去到2/3的那个高度就可以了。点击启动键，记住一定是水状的产品。天气我们喷的时候呢，可以轻轻的按一下这个控制开关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控制键，按住轻轻往后拉，就会看到有那个喷雾出来。那喷雾的大小呢，就是通过这个键来控制的。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尽量是保持它的一个雾状的状态。不要离皮肤离得太高。喷氧的作用呢，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特殊的一个喷氧枪，可以把我们的一个产品改变了我们产品的一个状态，让我们的产品的份变得更小，可以通过我们毛孔的空隙更好的一个吸收。那我们喷的时候呢，尽可能就是保持皮肤的湿润，但也不会让那个产品很多很多的流出来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选用的是助氧功能。那助氧功能呢，它配有四个工作帽，分别有那个眼部、脸部和身体部位用的。那现在我们首先选择的是一个脸部用的工作帽，把它这样套上去就可以了。我们设定时间，助氧了大约是15分钟。我们先把产品均匀地涂抹在皮肤上。助氧这个功能呢，它可以搭配任何状态的产品使用。这里呢，我们设定了有5个模式，那我们根据它的一个快慢来选择。那一般如果是注入产品的话呢，我们选择它的节奏稍慢一些的。我现在选择的是第2个模式。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握好手柄，工作头紧贴在皮肤上，贴紧皮肤，这样慢慢移动。助氧这个功能，它所输出的纯氧，再加上我们产品的营养，同时注入到皮肤，让我们的皮肤有着更好的一个吸收。我们操作的手法和走向就是根据那个提升的手法走向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换上了一个小的工作帽，
那我们这个工作猫呢，它是可以在眼周或者是在我们脸上一些细小的部位来使用的。眼睛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部位，所以我们要轻柔一些。我们现在选择用的是一个生物光电功能。那这个工作头呢，它融合了 LED 光和生物电。我们先可以选择光，这个光呢，它可以是单独使用，也可以把它关闭的。当我们把这个模式去到 P0 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暂停光的界面。我们使用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个是脉冲和一个连续光的状态，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电。电的强弱呢，是根据我们的那个客人他所承受的范围来调。那同样，我们是把产品先均匀的涂抹在那个皮肤上。手柄紧贴皮肤，轻轻的移动就可以了。生物光电功能，它有着可以激活皮肤细胞、紧致和提升脸部轮廓的作用。那这个功能呢，我们大约操作是20分钟。刚才我们做了一个脸部轮廓的一个护理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一个眼周护理。同样，我们都是先把产品均匀的涂抹在皮肤上。调节它的能量强度，强度也同样是在客人所承受的范围之内。
EIO 它主要的作用有着可以改善皱纹状况，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呢更加的细嫩。